辛苦。I think we English improve a lot， 所以我觉得，其实讲英文不难，因为其实有心者事竟成。所以，我虽然我英文很烂，但是我还是敢敢的去讲，然后完成了整部电影。然后，其实我觉得整个训练过程比较难吧，因为我们就要顶着一个大太阳，然后呢，我们的军服也很重，我们的枪也很重，然后又很热，又要做很多次重复的动作，因为我们要不同的 angle 嘛。然后我觉得是训练比较难，多过我讲英文。And English very good. What?差不多全部都是 freestyle， 因为很难写到我的稿，因为我的稿是不懂从哪里来的。但是我自己认为我讲得很好了，但是其实是不好的，所以可能20次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全部都是我的英文老师，在场的每一位 girls 都是我的老师。可能我说的不好的话，他们就是尽量不要纠正我，因为一纠正了过后就会不好笑，因为可能领导就要保留我这个好笑啦。因为我的英文是大概是接近那个意思，但是那个音哦又有点斜掉这样，所以大概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但是就是不正确。大家都是很好，都有教我。我不觉得俗气，是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就是我名字叫西西嘛。那你如果英文短写是 CCDXXL 一样啊，所以人家讲取名字要取得对啦，对，因为你取不对，我现在就变这样了，我就是 XXL 一辈子。而且西西在私底下跟我们讨论，西西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人，然后他就是说，其实很多那些键盘侠什么都是在背后。都会讲，就算站出来，他今天不叫圆圆圆，他叫瘦瘦瘦，也是会讲哇，这个体型这么胖啊，你的裤子可以做我的充电裤啊，还是会讲啊那些。对，所以为什么 Why not？ 我直接就叫圆圆圆，我自己都不在意了，我就是觉得我圆的骄傲，圆的漂亮。或者如果你们没有去想说哦，这是一个 fat shaming 的一个点的话，那这就不是啊。其实他给就是圆圆圆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名字。那是因为你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哦，针对我的形象的一个象征，所以变成大家就会变得很敏感，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就是大家真的有去关注说，哎，我们这里面戏里面的角色，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非常奇特、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有构思过的。那圆圆圆对我来说，当他们第一次跟我说要演这角色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名字是挺可爱的，因为我毕竟我真名也是双碟子嘛，就是西西，然后圆圆是差不多一样的一个道理。然后我胖这是事实，这是我没有办法去阻止人家不说的一件事情。微胖，微胖，对，微胖是件事实，不要这样子胖。所以我觉得大家想要怎么去想的话，我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想法，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去看一下这电影里面到底怎么诉说一个女兵去服兵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不是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胖子，在里面其实我真的非常努力，而且我其实想要表达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说，胖的人不一定做不到瘦的人做到事情，有可能我还做得更好。准备枇杷膏，对哦，就一直喝枇杷膏，就每次一看了，就有人拿一包枇杷膏给我喝，看了就再喝一包，然后就一直吃那个 Los Angeles， 对，就是这样熬过来的。需要很多的照顾，对，因为就在拍的时候，就每天几乎每天都在喊，对，所以我其实很怕，我跟梁导讲很怕哦，拍到一半没有声音怎么办？可是梁导他很相信我的喉咙，他说 OK 的，没事的，没事的，所以就这样坚持到底，所以现在还 OK 了，还可以唱歌，还可以讲话，所以没事。对，有难度，就他们叫我用丹田，可是问题是有时候你在那个情绪当中，你没有想那么多，你就直接喊了嘛，所以也很难去控制哦，要用丹田是什么，就真的生气的喊，所以就一直用到喉咙。对，可是没事了，没事，就现在还可以做访问，所以还 OK。歌词第一句。Our girls go army, 3, 2, 1, we are ready. Yes, we can make it.Don't worry, we dance steady. We struggle, but we born in unity. We gonna be the best that we can be. Our girls go army. 3, 2, 1, we are ready.